Hallo,晚上好。太饿了，边吃边播。主要是没想到这个外卖来的那么快。吃的什么汤粉？什么什么汤？什么老忘了。新特效？哪有新特效？什么新特效？点了啥？汤粉，汤粉。谢谢兔兔送的南瓜派对，这是个啥呀？万圣节的礼物吗？它还有特效，我都没瞅见。他说你有别的狗子，不要碰我。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谢谢美团外卖送的万圣节，谢谢。万圣节到底是几号？十二月一号。太亮，好，那你放开。人吧，就是这如此的。不，你可以换个光。好，就这样，正好来了也入镜。那你那个眼镜我没想懂，这啥也没有，可是为啥还会有虫子？烦死我了，烦死我了。晚上好。你这个光可以调吗？有一个冷光。是哪个？好亮啊。我看到虫子我就想抓它，气死我了。明明我这什么都没有。生气了。你要么开大光，哎呀，这个粉我要的是微微辣，怎么还辣成这样？真的很烦，我也没看见哪漏了，到底哪漏了？我想去万圣节，辛苦，还好啊。除了就是有一些情况没搞懂之外，你又看啥？你又瞅啥？在这一天天的，谢谢夏小周送的奶茶。好吃吗？就是有点辣。哦，你们又被禁言，三天已经过去了吗？你竟然能说话了。一群人在海底捞看直播，有人聚餐了。那我一个劝你还是不要再多说话啊，不然又是三天。不要逼我动手。
好好说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嗨，已经不知不觉十二点了。嗨，等一下啊，开个饭好吧。真的有点难。谢谢西河送的两个糖果。看看得出来。万圣节好想去欢乐谷。欢迎欢迎。在路上？什么在路上？回家的路上吗？行，跟你当年没法比，你未睡好吧？是，等先忙完吧。忙完了，三十号再说。害羞吗？嗯，而且我们上次去的时候，对，就有两个新建的场景，就有两个新建的区域，就是为了万圣节。谢谢罐头送的万圣万圣夜啊，万圣夜。我还在说为什么有一个特色叫万圣节，眼神不大。拜拜，摸摸，谢谢，谢谢老爹。到现在都没玩过，快去啊！巧克力，吃的什么？蛋炒饭，奶茶。好啦，真的，这才是微微辣。来吧，我要举着盆给你们吃饭了。他们家特辣是什么地步？我今天重生计划真的是这种状态。我说这边怎么忽然多了一个人，然后跳着跳着吧，我就一整首都是这种表情。然后到后面实在发现不对是哪呢，我发现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在唱分词，我就你还没吃完饭，你到家了吗？我说这是咋回事？你们都到家了吗？然后重点是，小卢替的匆匆，匆匆又回来了，就是匆匆跳回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小卢没位置，小卢没位置，他副歌就占了我的位置，然后以至于我没有位置，然后我退着退着就退出了后面柱子那条，我就一直，我心想气死我了。画质嘛，应该是没有调高清。谢谢菲菲送的五个糖果。没有吃哇！谢谢所以送的南瓜派对，谢谢谢谢。好了。谢谢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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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见。拜拜拜拜拜。今年这个特效真的非常哇！谢谢鱼鱼送的南瓜派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要拿出我的旺仔了。这梦在家，埋怨。这梦在为啥没了？不是不是，我只是放着方便我拿，我没有说要喝那么多。咖啡来了，他巨爱喝牛奶。摸头的摸，摸头，摸头杀农的。你不能喝这个啊，行不？啊，谢谢老师送的。我一直都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的用最快的十分钟画了这个妆。我跟你们说是怎么画。哇，谢谢南，谢谢锅包肉送的南瓜派对，哇哦，
这个特效好长。它不像南瓜，它像倭瓜。它像倭瓜。它一点也不南瓜。这个南瓜怎么会飞？我跟你说，今天，哎，我刚想说啥来着？比皇冠都长，是我们皇冠不配吗？为什么时间那么短，却又那么贵？哎，我说啥呢？哦，今天我发现我的脸好长，就是它是长长脸的，我就说完蛋，我说不行了。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，他说长脸变短脸是那么画的，短脸变长脸是那么画的。然后我就一直在那，我说完蛋了，前几年的化妆都白化了，越画越长。你要被拍一下。人家长，人家都是在这竖的扫。他说这样越画脸会越长，我说完蛋了。然后我现在今天改了，这样画。恶魔头饰。真的。你们看。你们看，我发际线在这儿，是不是很长？只不过是我有刘海。一个拍拍，一个摸头。你们没看见而已。刘海很重。辣死我了。真的长。然后我那天他们说你化妆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脸型是什么然后再去化，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什么脸型，我说就分析了半天，就是找了各种分析测试的结果，我都没测出自己是个什么脸。因为别人一般的标准答案是比如说你选第二个第三个这个2233，我的那个选项没有，我说完蛋了，哪个脸都不是。然后送了万圣节摸头摸头，谢谢。谢谢三神，三神水送的20杯。谢谢今天的奶粉，等我谢谢。好的朋友，不都是圆的吗？不是。什么？你要换 iPhone 13？对，因为我把手机拍愣了。啥意思啊？你快换吧，这个给我。哎呀，不要弄。我不介意。天天正想着好事是吧？我不介意。接下来要送的五个头饰，谢谢。真的，你们可以去抖音搜一下脸型测试，我测出来哪个都不是。就是你离圆脸吧也差一点，你离鹅蛋脸吧也差一点，你离长脸吧也差一点，就是哪都不对。我还没有看公演回放呢。糖果，我很想看看今天的公演回放。我的手机抗议了，劲儿怎么那么大呢？你是想给我买些手机？当晚安，救命！因为我今天第一次在 C 嘛，也不知道怎么样，然后我就很想看一眼。你们不懂，这种脸找不到归属感的感觉。怎么脸要睡了吗？够晚安。谢谢三十支持送了20杯。哎呀，你扒拉啥？你扒拉啥？咖啡。这早睡的孩子，行呀，睡吧。你要帮我拆礼物吗？你扒拉扒拉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给三十貂蝉买衣服送潘潘吧，么么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怎么看我的貂蝉？我好想加点水，太长了。我要去问清楚，你家的微微辣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总觉得自己被内涵到了？你要睡觉就睡觉，为什么要刻发际线这事情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就你有发际线是吧？我们都没有发际线是吧？
是那个桂林，不是竹笋桂林米线啊。好好嘞，他是不是给我放了中了？再提发际线啊，我跟你讲，吃个饭跟渡劫一样。恶魔头是先谢谢太太。不是他的汤底很辣，我觉得。什么叫你都不记明白？而且我点的不是微辣，是微微辣。那我还是谢谢你们是吧？谢谢明白就好了是吧？我总觉得后天很快就来了，魔鬼吗你？看着我直播练交响都会有啊，会。谢谢云哥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我要等会儿，我真的烈焰红唇了，都蜡红了。见面了，你开心吗？干啥？太辣！谢谢狮子来做的糖果啊，谢谢。紧张，不要紧张，紧张什么？有精力哦。反正我今天彩排了，虽然它很辣，可是我好饿。我今天彩排了一圈，然后呢，很累。彩排了一圈，而且还没使劲跳，还没使劲跳，真的还没使劲跳，跳完第一遍我已经这样。我是完全没有用全力，我就只是过了一下动作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遍用了半程的功力。然后我人就傻了，我好累。好香，是很香啊！这下就放进去送的巧克力，谢谢小金送一个抱。就是今天是这样的，我一下车我就去上。我今天越想我们那个 MC 越好笑。我一下车我就上彩排了。我是怎么想到摇骰子这一点？就过生日过年彩排。就人家都是那种做好的头发，然后化完妆就。因为他们回头太快了。TTV 3-2-1，就我压根就没反应过来他说了啥，然后我也没反应过来做动作，我就这样。然后我就在想我要怎么编。摇骰子。然后真的没反应过来。真的彩排，而且今天还没有完全用全力，就只是过了一下位置而已，只是跟控台对了一下灯而已，我每次都没反应过来，然后每个动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他马上要问我，我就想我该怎么编。反正怎么说呢，挺挑战的，挺挑战我体力的，而且尤其是跟我们队的公演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更挑战了。我帮你准备好葡萄糖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其实挺好的，我倒是挺希望他赶紧来，然后跳完了我就可以放松。其实我一开始做的是这个动作，他说窗户上，我刚想说窗户上的花，可是我想了想，他说窗户上是没有花的，我以为他说的是只是窗户，我就说窗户旁的花。然后他马上要过来了，他问我在干嘛，我只能说我是苍蝇在洗脸。就是他人的苍蝇都是9点。我没想到他第一个问的是我，而且我在那么后面，他怎么就看见我了？我就摆了一个花的姿势，我说我要怎么编了。好像是你的，他们好像都是我这边也笑死。好兴奋，是吗？我觉得可以过两天，我们等会去练舞，不然真的怕忘。我记性不太好，照你这样说，我记性也……你比我好点，你谦虚了。真的，我记性真的不好。
我今天都是靠本能的反应在。哎呀，你不要偷吃你哥的饭。谁吃我饭？谁吃？吃了？没有。吃我什么东西了？不是抢我饭吃，看见没有？看见吗？你哥平时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对你没有爱了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完了，开始教训。你可以揍我，可是你不能抢我饭。完了，被带走了。你嗷什么？你过来，你怎么回事？啊，你干啥都行，就不准跟我抢饭，知不知道？饭是你哥的底线，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不能触碰底线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有延迟，有延迟。谢谢。哎，我刚才我说你不准抢我饭的。哦。一个生日。谢谢阿茶送的99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啊，你吃那饭比我贵好多呢。谢谢。呛死我。听见没？对吧？人都上面，谢谢，就呛死我。谢谢锅包肉送的。哎，他这个万圣夜享受，朋友们。不过万圣节快乐。你看他一脸享受，甚至不太想走。我的习惯。不太想逃离这个地方。咖啡说太好了，这个人终于中计了，他终于抱我，他终于抱我，没想到你还会这招，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哥抱我，是不是啊？我看破了他的计划，对，完全没有要悔改的意思。好吧，就是他很喜欢躺我身上，所以呢，吃个花生米压压惊。表情，哎，他宝宝说你们没有吧？满脸都写着你们没有吧？可骄傲了我。他们在挑衅你们。万圣节礼物很少吗？在挑衅你们。就两个呀。他是不是在看直播啊？我最后的倔强，我不假设。小表情。谢谢锅包肉的恶魔头饰。和糖果，这头饰都没有特效吗？他应该弄个头饰呀，太差了。你也来撒娇啊？哎呦我看你怎么端水，救命啊。这两便宜，好吧，这两只猫太爱我，这两个不配拥有特效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两个人来，他走了，那我也走。两个人为了抢我一个简直是打破头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几家欢喜几家愁。你在说谁呢？旁边那人羡慕坏了。啊？谢谢呱呱送的糖果和头饰。哎，我还得这么抱他。给你们变个魔术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此时是平的，啊，不对，哎呀妈，给你们变个魔术，哎呀妈，哎呀，大家谢谢，肉都是挤出来，跟康菲一比，他好大，他长大了，他横过来已经就是他。如果算上尾巴的长度，它已经有1.2米了，是吧？这个床就是1.2米的宽。一直在猪叫。哦，是吗？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。谢谢小王送的头饰。我现在完全在凭我自己的视力在看着。我一直在吃他的配菜。你好像现在没减呢。谢谢。跟大家打声。谢谢哥前送的糖果。太腼腆了。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吗？好了。你平时是这样子吗？嗯。你就一有镜头，你就给我在这玩儿。
玩这个玩乖巧，是吧？平时早针头，啊，刚说完。开始骂了，对不对？离大家近一点，让大家看一看你，然后你就走，好吗？我后天带他来。他们两个只要一说话，我就想吵架。就是我生日会的时候带他去。谢谢 Yuki 送的糖果。就是冷餐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。嗯、谢谢木子送的荧光棒。你后天要去参加生日会的。嗯。哇、哦。谢谢锅包肉送的戴安娜。哦，好好看啊。吧。我们戴安娜真好看。没有，不穿衣服。好好看啊！光着去。你光着去。来，光着去。我说为了个生日工也没必要。有毛病、啊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无语。他没长。是吗？人家本来就是长毛猫。这个比皇冠贵，应该的，它很好看。成天是耍流氓。我们戴安娜怎么能不比皇冠贵呢？真的很好看，不得不说。后天，明天见。明天也要见，我们后天也要见。后天还有我那个握手会的朋友。你们去吧，去吧。晚安。所以皇冠为什么那么短？说到底，终究还是他不配。不是二十四。啊，不对，啊，不是后天，不是后天，那个，啊、不是后天，不是生日公演，就是后面，31号，31号。什么还没裸奔呢？他为什么要裸奔？31号，你们赌啥了？我听听。你俩为什么微信聊？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你们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秘密？妈，有很多人想31号来找我玩吗？我。帮你捧场，太过分了。全是秘密。你们要跳螺丝的秘密。其实只要能来看周年的，应该都能赶上31号。真的假的？跳啊！跳起来！行吧。跳起来，摇骰子。31号，我们在口袋里聊天就好。吃个粉好费牛奶。什么？我新公演他站去给我跳，可以啊。对，我同意。我同意这种无理的要求。白天跳夜蝶那么刺激吗？我们到12点半吧。人家都是悄悄摸摸的。就等会儿下播，我们就过两边那个舞蹈，然后就睡。然后我们那我们开到40班。他要去过舞蹈。在吧。舞蹈我一个人过呀。对呀，我开到40陪你去啊。我说我开到30。我就想比你晚10分钟，怎么了？你等我10分钟不行吗？你先把饭吃完。你今天我要举报，现在叫他吃饭，都要叫好几回。我
我那不是没时间吗？我都给你拌好了，你吃两口那么费劲吗？吃了两口，吃两口，气死了。我今天是真的没有时间吃饭，化完妆就已经7点，快20了吧。谢谢煮水泡茶送的万圣夜心心。好的，我们不使劲，理解这种感觉，我就过去过过动作，想一想。就是早晨想多睡一会儿，然后就不想起，然后一直睡到我必须要起的时候，我在。新空姐你不来？然后呢，我就想着去剧场。我就腻他那么精彩，你不来？笑的。去了剧场之后，我没想到今天下午一直都在排练，一直在排练，然后连妆就跟妆跟发型都。我那么精彩你不来，所以就相当于今天有多精彩我也不知道，都没出来呢，我只是吹一下，就是我今天到跳到重生计划为止，就是到最后就做完在排练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到那个时候我曲子啥的都没听的，边华比睡了吗？没有呢，就是一到这儿了，你们吵，就是太耗，就是我已经顶到不敢再大声唱，他们叫你很小声唱，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大声唱的话，你理他们一下吧，想吐，跟他们说说话，想吐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过来用了几秒钟的时间调整了一下，然后就是把它坚持完了，然后你们可能看到我 MC 的时候不是刚好一开始没有上来嘛，就是有点不舒服，然后等会儿陪你玩啊，好吧，然后那个你先自己玩啊，姐姐给我拿了一块糖，然后我在上面吃了两口，喝了点水，然后我觉得差不多之后跟你玩激光棒，你没有办法多休息，我可能熬完24小时，我现在就来看你得熬到31号，你是魔鬼吗？你这是魔鬼！那边那边，傻子，这边，哎呦，后面不是后面，不是后面。对，加点糖啥的。放心吧，我明天肯定会吃饱了饭的，肯定会吃饱了饭的。我的那个花，我肯定会吃的，不然我那天没有这条生日。你把毯子铺了，真的蛮累的。嗯，反正就尽量去完成吧。谢谢罐头送的糖果。我明天还要去，就是。做那个每天睡前陪他这样玩一玩，我跟你说，明天不是去按的吗？他就不会吵我睡觉。明天还要去做，谢谢无名送的糖。他们说傻的猫才玩激光棒，我跟你说，莱恩都不玩，因为他知道是我在操控，所以他都不玩。你们不要觉得惊讶，只有 Coffee 一脸好奇的在那抓那个点儿。然后呢？你看他、就是、傻死了，点在后面。可能就是要辛苦修图的。后面后面，帮我修一修，帮我修一修，这就好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下播了、啊。谁飘过去了？嗯、啊，看你。拜拜。我跟你说，那天莱恩就是这样冲过去，然后 Coffee 也是整只猫四脚离地跳起来。他在空中，那一幕没有拍下来，因为太快了。哎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这这这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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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喘气儿。啥？什么东西？
太蠢了。美其木秀，那当然。那憨的可能不是一点两点。我觉得，刚才我觉得它辣，可能也是因为太烫，一边烫一边辣，所以我觉得它更辣。我是不是应该等它凉了再吃？谢谢 ZZ 送的生日蛋糕，谢谢。咋了？喝多了？这是你自己送给自己的吗？生日快乐！今天我，对，我今天在想，我说他明明接车的时候在呀，可是我问在现场吗？我压根就瞅不着人在哪。我只能对着镜头说，他回去还能截个 cut， 自己看看。对呀，你在，可是我瞅不见在哪，因为现场一片安静。你没有举手吧？因为今天接车的时候还看见你人在呢。举了，那可能是我眼神不好，我真没瞅见。你坐哪了？让你举棒子。我跟你说，在场的人都举着大伞，所以压根就看不见在哪。这样吧，请就是下次就是点深柱的朋友在现场的时候拿一个小旗子好吗？就是在的时候挥一挥。举大山我是真没看见。对，我们就是那个什么一点，亮个相就一定要有那种自觉。可以，小王下次要是给我点的话，你就先舞动一下，跳一个夜蝶，跳个夜蝶啥的，我就一眼就能看到你。在这里给你补一句，生日快乐。啊，你不过生日啊，行了，以后不要跟我说你生日啊，记住了啊，所有人，把这个。这句话截下来。你现在是回去了还是在吃饭呢？哇塞，他们两个又打架了吗？刚吃完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是吗？去找你吗？你们两个要约吗？不约。什么鬼？你要打游戏？请你不要在这里那什么啊！我说你为什么不叫我？我去，我还有时间打游戏呢。他刚才突然把手机横屏。我说你要打游戏，你为什么不喊我？我去，所以我现在干嘛？他在看公演录播。把话说清楚了啊！
他在非常认真的看公园录播，好怕有一天头掉了。不不，我要跟你们解释今天我为什么上去，是这样的，我在下面坐着等，就是玩手机等着上场，然后刘德英来，你快跑。我说跑啥？我说怎么了？你是要破音，还是要唱错词儿了？我说你先提前说，我先跑。他说你要不跑上来呗？他说这首歌随时欢迎你上来，给你这个特权，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上。我说认真的吗？我说我等会儿就上。他还在唱呢。你自己没问题。对，然后我就等着，我就等他拿项链的时候，我就上去，因为他前面，你知道弹幕都在说，小鹏快跑，他唱错词儿了，他说什么，项链在相片里面，然后他说完蛋了完蛋，然后我后面还听到，有一句他没唱好，我说完蛋了要跑了，因为他叫我随时上去，我又中途上去，我又怕他影响他的发挥，毁掉，就是他等会儿说我要毁掉他的音乐，所以我就等结尾。然后都到最后了，就项链都拿完了，他就以为我不上了，他一回头一脸惊讶看着我，我说我来了。有些事情跑不掉了，就不要逃。谢谢大春笑送的糖果，果然现在吃就没有那么辣了，因为它不热不烫了。临场想的。就是上台前的那一刻，这人太神了。因为我觉得，我突然上去什么也不说，他也不说，大家会觉得好奇怪，怎么了这是？所以我说，我得说，我得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。没听清。回去听录播去。我跟你说，得亏今天是打拳，我要是穿着打枪的衣服上去，我就像是劫人的，打劫项链。已经补到那句话，真的假的？你在哪补的？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可能哪一天的 Lost 我又在上面了，他竟然给了我特权，我就上了，是按心情上。哎，我来了，哎，我走了。下次打劫吗？不一定哦。主要是我也不知道 Lost 每天的弹幕都在 cue 我快跑，因为一般他唱的时候我还在准备。弟弟啊，40了，进不去的，万一被抓了咋整？行了啊，我们后天再直播，后天再见。你要下？对呀，因为我说了要开40啊。今天是你关门吗？
没想到呀，又是你，失策了吧？不愧是你，谢谢西河做的奶茶。对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那个过两遍舞蹈。啊，朋友再见。啊，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谢谢丹腿送的糖果和头饰。吃饭去了，这个点儿啊，厉害，你厉害。早去早回啊！谢谢呆呆送的25个荧光棒，谢谢。下次行，你留着下次吧，因为你送的这两个刚好是没有特效的那两个，就是四个你抽中了唯二没有特效的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你不关门谁关门？想来啊，下次送。对，戴安娜真的好好看，我今天是第一次见戴安娜的特效。走了走了，走了啊，拜拜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走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拜拜。还没看公演的人，就是可以去看看公演啊，找一下快乐啊。特别是 MC 四非常的精彩，我觉得这个彭编剧已经努力的上线了。去吧去吧，真的，我已经习惯我们队玩游戏是那种，就是你不能跟他们讲游戏规则，你得试玩两把，然后5分钟过去后他们就慢慢的懂了。他们这群人解释不清楚。我已经习惯我们组，聊不通，聊不通，聊不通，真的聊不通。行了，大家没看的快去看啊，找找快乐，然后好好睡觉啊。拜拜，晚安。